日前，陈妍希接受了港媒的专访，罕见谈谈与陈晓结婚五年来的夫妻相处之道。被问到现实中夫妻间是否不能乱说离婚二字，她表示看是什么态度，如果开玩笑无所谓，但认真时就不能说出口。被问到赵丽颖离婚后，有网友在陈晓动态下评论离婚追赵丽颖会不会生气，陈妍希则表示婚姻关系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，只要我们两个好好的，就不用理会其他事情。陈妍希的回应被网友称赞情商高，有大智慧。陈妍希自从参加了浪姐二后再次翻火，而且她的穿搭也难藏少女感，双马尾扮相下的她充满了俏皮感，身穿休闲感十足的咖啡色皮衣套装，内搭则是一件网纱露脐装，秀出迷人风腰，整个人显得时尚而又吸睛，露出的半截腰部毫无赘肉，在身材管理方面看来也是下足了功夫，搭配白色高帮球鞋，全身的颜色亮丽而不俗。没想到的是，梳着双马尾的陈妍希竟然一不小心就美成了丝袜女。喜欢就订阅呗。